都係角色嘅設計啦。咁啊，但係再經過幾年之後咧，我已經越嚟越厲害啦，因為。Beautiful, beautiful. Agreed. How do you feel, Clara? Yeah. Yeah, yeah, yeah. 今日就李前寬先生同埋李太太喺。嗯，都係喎，因為咧，始終咧係啱啱係獲得最佳。拜拜。歡迎曬嚟到呢度咧，不如俾我。仲有，應該兩張唔該。好，我哋食翻啲好。喺佢哋隔離嗰邊咧，見到係 Doctor， 有記者啦，係咪？我想可以見面。對，同埋我即時咧，三套戲嗰啲嘅片段。我觉得最佳编剧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其实剧本啊整个故事的剧情是一个电影的电影。原来都有新人入面嘅，咁啊希望啦，唔止呢个电影啦，都有提名啦。但头先我哋话好见到啦，呢个咧系我哋今晚嘅其中一位嘅得奖人，有我哋今日嘅 AFA Next Generation。这次第一次来澳门，然后第一次来听。好啦，的而且确啊，唔单止系个应受性啦。丁先生同埋阿仔啊。兩父子黃子桓兩個喺度啦，家家棟啦。頭先你講我哋服務，即係如果俾你揀嘅時候，揀選方法咧。放心啊，放心，我哋盡量去平衡佢呢件事 ，OK？ 我呢個動作。来参加这个电影节，亚洲电影的终身成就奖得主树木希林，就话：咦，我想试下煮喎，我煮咗成晚。頒獎典禮咯，我睇過非常之好、非常之繽紛嘅一個。謝謝你，謝지금이제최근에는한국영화이라든지영화인들그무엇보다도중요한건감사합니다有请宣荣现在媒体拍动 and the director.In about 2 days, and then, yeah, 这次你是也是作为这个名片的评审之一啊，不如给我们。Thank you very much.